903广播剧《欧阳志强》，你们我们三，你一开头最抗拒嘅嘢，日后会成为你嘅最爱。喂，欧阳玲，我有个世纪大难题要问你啊！喂，但系咧，我都有嘢想问你啊！我想问咧，我想问你记唔记得边个系何志康啊？哦，何志康啊？系啊，佢咧唔记得喎、啊。Anyway， 我哋有个中学同学，咁我喺条街度撞到佢啦。咁、哦、原来佢而家开咗间吧，咁入面有一只人咁高嘅公仔，咁我好中意噶咯。哦，四方口米奇。系啊，咁点算啊？喂喂，咪住先，咪住先。你个问题喺边啊？点解我 get 唔到你想问咩嘅？我应唔应该话俾吕品昌知咧？吓？如果我话俾佢知我去酒吧嘅话，佢就会担心我啦，跟住就会出嚟车我啦。咁佢同我讲话，佢听日开好早，咁我唔想搞到佢啊。哦、啊。但系我呃住佢系咪好衰啊？唉，算啦，我唔睇啦，我下次等埋佢先一齐睇啦。哦，其实都唔算呃啫，系嘛？吓咩啊！我话你依家唔讲啊，即都系唔记得咗讲漏报啫。咁漏报唔等于呃噶嘛？漏报系唔等于呃嘅咩 ？Jerry 会明白嘅，更何况啊，佢都唔知啦。你落去睇一睇个公仔，求其饮杯嘢啫。嗱，饮完仲有尾班车翻屋企添，咁听朝瞓醒啊，咪咩事都冇咯。咁你又有你嘅道理，系嘛？好啦，咁有你撑我咁就得啦。嗱，但系咧，我嘅意见并非精密科学啊，吓，纯粹参考。出咗事唔好话我啊。使唔使咁快戴晒头盔啊？唔阻你啦，睇得开心啲啦，亲。打完电话俾朋友啦，使唔使问埋现场观众啊？定要50-50啊？行啦，嗱嗱嗱，我俾面帮衬你一杯噶咋？你话事啦。其实呢，你是在哪里找到这只人咁高的、日本出的行行行行行。你坐住先啦。这东西呢？我拿完杯东西给你喝先带你去看行不行、有什么啊、欸、我知道了，等一下。吓、啊，其实咧，我要杯橙汁就得噶啦。嗱，呢杯你嘅咩嚟噶 ？Diablo 大菠萝，试下。嗯，唔好饮嚟讲咧，都算接受到嘅。好多时候，你一开头最抗拒嘅嘢，日后都会成为你的最爱。我同何志康一直倾，一直倾。由中学倾到上大学，再倾埋而家嘅近况，我突然醒起，今日嚟嘅目的并唔系想当年噶，我只系想睇嗰只人咁高嘅公仔。只不过何志康一直讲，我真系揾唔到机会去打断佢讲嘢啊！你好似变咗好大杯啊，变咗好多啊！啊，我想睇咧，为咗开呢间铺。你知唔知道我去到几尽？我 cut 晒所有娱乐，一个礼拜净系玩一晚通顶。我连我最心爱嘅车都买埋。两年时间，我死悭死抵，先辛辛苦苦储到翻嚟嗰50,000蚊，再加上老豆嗰300万，我终于开到呢间铺。哇，好励志、啊！见到我咁上进，系咪有啲后悔当年冇接受我？系啊，相当后悔添啦。啊咁又或者你而家再考虑？咪玩啦！你冇同我讲你而家仲中意我。如果我话我啊，如果我话我系，你系咪会接受我？司徒自强啊，吕品昌，全队同事何新居一起晚饭，住家的小菜惊喜无限。谁也大赞他贤妻玉手奇幻，得我似被催眠，暗暗紧张，设计着我的剧场，热如岩浆，冷若雪霜，来解决我恨痒，来抚慰我内伤。
门。你们我们三，欧阳玲是欧阳，司徒志强是志强，阿基是 Jerry， Oscar 是何志康。丈夫或妻子会跌入我手，明明晚夫带不走，再说便接受，绝食那妻子见过就够，维持好餐桌礼仪一遇客满走。你一开始追抗拒的嘢，以后会成为你的最爱。我不觉得你一开始争的东西最后会很喜欢咯。上来司徒志强地盘 Facebook Fan Page 说我知你的选择，你有没有试过这样啊？欧阳志强，一夫一妻，相生相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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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相生。